刚才的反应绝对不是中十万二十万，金额已经很大。四警，翻一下书。好的。所长买的彩券是哪一张？我记得是跟今年一样的。啊，找到了。然后从奖金最少的开始往前念。好的。五奖五十万。不是。四奖一百万。也不是这个。再来。三奖三百万。我知道了，所长中了300万元。我没有。所长，你已经露出了小市民惶恐不安的表情了，一定是300万没错、啊、不是不是，我没有中奖啊。奖金如果高达100万以上，银行在审核的时候会特别严格，那张彩券的期限就到今天哦。如果今天还不去领的话，那彩券就算无效咯。所长，今天一起去喝一杯吧，喝到12点怎么样？好，我很抱歉，我的。